好，在第一段结束之后，后面就描述了这个事情是怎么一个发生，这个发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好，第二段开始，他说：“Have you anything to declare？” he asked, looking me in the eye。他说：“你有东西要申报上税的吗？”他直勾勾地盯着我说，他在问啊。这个前面那个 "Have you anything to declare？" 这个不说了，咱们前面讲过了。看个句末，这个 "looking me in the eye"，这个 "looking" 当然是做前面那个 "ask" 谓语动词的一个伴随状语。他问的同时呢，是盯着我也眼睛在说。什么叫 "look somebody in the eye" 呢？咱们看看这个搭配是什么一个意思呢？"Look somebody in the eye" 有的时候也可以用复数 "in the eyes" 也行，或者 "look somebody in the face"，这都可以表达意思是一样的啊。是什么意思呢？注意，look 不能要 look at somebody，这不能加介词了，一定是 look somebody in the eye，in the eyes 或 in the face。To look straight at somebody without feeling embarrassed or ashamed，就是直勾勾地盯着某人，而不会觉得尴尬或者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不会觉得羞愧，就是直直地盯着某人说。这个 embarrassed 尴尬的，ashamed 表示羞耻的、羞愧，就直视这个意思啊。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Can you look me in the eye and tell me you're not lying? 你能不能直视我，并且告诉我你没有在说谎呢？哎，如果他要是说谎的话，心虚就不敢直视我了，对？就 look me in the eye， 不要说 look at me 啊，这不能加那 at。Look me in the eye， 当然都说 in the eyes、in the face 都行。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I've never been able to look her in the face again。我从那以后恐怕这未来再也不能够去直视她了。就是一看到他，目光就得躲开。为什么？可能做了一些让我觉得很羞耻、很羞愧的事，再也不敢直视他了。这叫直视某人 ，look somebody in the eye, in the face, in the eyes 都行。哎，你看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插图里面画的好，就是直勾勾地盯着他。哎，这个你有东西要申报吗？说。哎，这是非常摆官架子的样子，跃然纸上。作者说 ，No, I answer confidently. 我很自信地说，没有。这 confidently 叫自信地，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 with confidence 叫自信地。我们说过，这个副词呢，往往相当于这个介词加名词啊。confident 前面确实跟 with 搭配 ，I answered with confidence 是一样的，这个表达可以替换，放心替换没问题。然后呢 ，Would you mind unlocking this suitcase, please？ 啊，他说你是否介意把这箱子给我打开呢？哎 ，Would you mind？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口语。考试也常考，而且我们很多中国人容易用错。我们知道 Would you mind 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用法。本文中是第一个重要用法。第一个用法什么意思呢？是请求对方做某事。本文中是请求对方吧，您是否介意把箱子打开呢？是让对方打开箱子，这是请求对方去做某事，叫 Would you mind。 那么这个搭配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搭配啊。搭配是Would you mind doing something? 或者 Do you mind doing something? 做这个事情您介意吗？哎，当然在陌生人之间最好用 Would you 更好一些。这 Do you mind 一般用在什么熟人呢？朋友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就 Do you mind。 但陌生人之间或者对上级、对领导最好用 Would you mind， 这个更礼貌一些，更有礼貌一些啊。咱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看这句话，他说 ：Would you mind waiting outside?您是否介意在外面等一会儿呢？哎，就请您在外边等一会儿的话，您在外边等一会儿，您介意吗？哎，这么来说，那 waiting for the mind 后面是请求对方做某事，希望您在外边等会儿。哎，这回答怎么回答呢？好多种回答方式。你看，在本文中说是 not at all， 这可以说一点也不介意，可以就我可以打开箱子。我们回答是好多种，比如说，可以说 no， not at all， 哎，一点也不介意，我当然可以这么做，或者说 not at all， 单独使用，像本文中一样，这个也行。还有说 certainly not， 当然不啊 ，certainly not， 或者说 of course not，of course not， 当然不也行，或者 no， that's quite all right， 啊，没事，这当然可以，我可以这么做 ，no， that's quite all right， 也行，或者说 not at all， I'd be happy to， 或 not at all， I'd be glad to。哎，我很乐于这么去做，没关系，我一点也不介意，我很乐于这么去做，都可以啊。我们把后面一些比较这个常见搭配，我跟老师大声读一遍，嘴熟了就好了。No, not at all。注意这连读 ，not at all，not at all， 中间两个字母 t 都浊化成 d 的声音。你看 ，not at all， 浊化了，对吧？我们再来一遍 ，No, not at all，not at all，certainly not。
Of course not. No, that's quite all right. No, that's quite all right. 还最后一个 Not at all, I'd be happy to. Not at all, I'd be glad to. 这个都行、啊、我不介意，我很高兴这么做都行。这是请求对方去做模式，本文中正是这个用法。您能不能把箱子打开一下呢？这是请求对方做模式。但是我们看完全不同的第二种用法，还有一个用法叫请求对方允许自己做模式。我这么做的话您介意吗？是请求对方允许自己做模式，这个含义跟刚才就完全不一样了。咱们看它的搭配是什么。第一个搭配可叫 Would you mind my doing something? 或者 Do you mind my doing something? 如果是我们呢，把 my 换成 our 就好了。我这么做或我们这么做您介意吗？请求对方允许，希望能允许我这么做，而不是我请你做模式，这个完全不一样。但是 would 比较客气，朋友之间很熟人、我们可以用 do， 但对陌生人或者对长辈还是 would 比较客气些、啊、还有一个用法这么说也行，就 do you mind if 什么什么，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你介意吗？但是 do you 一般用在朋友熟人之间了，很熟，不用这么客气。但是 do you mind 后面的 if 从就等于真实语气，就用一般现代时就好了。但是如果用 would you mind 后面加 if 从句，如果这么做您介意吗？你前面用 would you mind 后面注意 if 从句，要用虚拟语气，就是一般过去式。这个英语语法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比较麻烦，很讨厌。Would you mind if 从句中要用一般过去式虚拟器。那前面这个呢？mind 后面加动名词，跟虚拟就没关系了啊。但是后面这个 Would you 跟 Do you 搭配是不一样的啊。咱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在这抽烟，您介意吗 ？Would you mind my smoking here? Would you mind my smoking here?这我在这抽烟，您介意吗？是这么来说，这请求对方允许，希望您同意。或者说 ，Do you mind if I smoke here？ 如果在这个抽烟，您介意吗？这用在朋友之间就 Do you mind？ 如果陌生之间很客气呢，叫 Would you mind if I smoked here？ Smoked， 我们用一般过去式，在这是虚拟语气了。如果我抽烟的话，您会介意吗？这个都可以。这个回答时怎么回答呢？大多数回答是我不介意。您请这么做没关系。No， not at all。Not at all. Certainly not. Of course not. 这跟前面类似，但还有一个比较特殊，就 go ahead. Go ahead 可不能翻译，滚开，一边去，不能这么翻译。Go ahead， 请便吧，没关系，您请坐吧，请您做这个事儿，没关系，请便，可以这么说。我们再读一下就好了。No, not at all. Not at all. Certainly not. Of course not. Go ahead. Go ahead.这个都行、但如果表示介意对方呢，我说您最好别这么做，表示介意、但一般不是 Yes I would Yes I do， 这个太生硬了。表示介意希望您别这么做怎么说呢？有好多，比如说 I wish you wouldn't， 我希望您别这么做，我希望您别这么做，这很客气。 Wouldn't Wouldn't 是鼻腔爆破。我们再读一下 I wish you wouldn't I wish you wouldn't， 或者用这个 You'd better not You'd better not，您最好别这么做。You'd better， 这个 the 是个失去爆破，不能是 you better， 也不能 you the better。 You'd 憋住气再说的 better， 再来一遍 You'd better not You'd better not。 或者呢这么说一句 I'm sorry but 什么什么，很抱歉但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我们上来就这么说 I'm afraid 恐怕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也是很客气的表达，后面呢根据具体情境来变化就好了。咱们看一个例子，别人说 Do you mind if I smoke here？我在这抽烟您介意吗？希望对方同意。对方不同意他怎么说呢？ I'm afraid this is a non-smoking office。 我恐怕这个地方是一个不能吸烟的这么一个办公室，是无烟办公室。言下之意呢，我不同意，这个表达比较客气。 I'm afraid this is a non-smoking office， 或者这个搭配也行， I'm sorry but this is a non-smoking office， 这么说也行。这是表示这个介意对方，就希望您别这么做。这个回答可以这么来说。这个表达呢特别特别多，咱们看看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先看一道托福的语法题，老托福考试的语法题，就是677分满分的时候、这个对话你看出的题特别好啊。 Do you mind 什么什么，第二个人说 Go ahead 请便吧，咱们看应该选哪个。 Do you mind A 呢 Opening the window， 这语法是正确的。您介意打开窗户吗？请您打开窗户好不好。这说 Go ahead 这不通顺，为什么？ Go ahead 是请便吧，
这必须是请求对方做某事的时候，我才能说好，请便没关系，就请求对方同意我做某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说 go ahead， 对吧？我说我打开窗户您介意吗？他说请打开窗户没关系，这个就得翻译成打开窗户您介意吗？您能不能帮我打开窗户呢？你请对方来打开窗户，对方不可能说请便吧，这不可能的。所以这个 A 错了吧？因为 do you mind doing something 是什么意思呢？请求对方做某事，那么对方不能说请便，所以 A 排除了。那么 B 呢？ do you mind I open 这搭配就不对。那 C 呢？ do you mind if I open the window 如果打开窗户您介意吗？是请求对方允许我做某事，当然对方可以说 go ahead 可以您打开吧没关系。 C 是正确选项。 D 选项 do you mind whether 这搭配根本就错误。所以 A 和 C 里面做选择，既然回答是 go ahead， 当然一定是请求对方允许我做某事，而不是请求对方去做某事了，对吧？根据 go ahead 可以判断应该选 C， 这个说的对。好，这道语法题呢，咱们看完之后，咱们下面听几个听力真题。因为 do you mind, would you mind 在听力真题中出现频率特别高，咱们用三道托福听力真题来练一练，看这道听力题应该选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32. Would you mind waiting a few more minutes? Not at all. What does the man mean? 好，咱们再来一遍，同时看应该选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32.Would you mind waiting a few more minutes? Not at all. What does the man mean? What does the man mean? 他问这男的什么意思呢？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好，正确答案是 B 选项。It doesn't bother him to wait. 那么等待呢？这个事并不让他觉得麻烦，就是他不介意在外面等待。咱们看个原文，为什么选 B？Question number 32. Would you mind waiting a few more minutes? Not at all. What does the man mean? 第一个女的说 Would you mind doing something? 这是请求对方做某事，用 would you 比较客气些、啊、您介意一会儿、您介意等一会儿吗？等一会儿可以吗？希望对方能等一会儿。第二个男的说 Not at all. 当然一点也不介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待他并不麻烦，他并不觉得等待是个麻烦的事，但他愿意等待，选 B 是正确的。好，咱们再看一个请求对方允许做某事这么一个听力真题。 Question number 21. Do you mind if I use your phone? Of course not.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我们再听一遍，同时看应该选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21. Do you mind if I use your phone?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个应该选哪一个？好，正确答案是 B 选项。The man is welcome to use the telephone. 欢迎这个男的使用这个电话。为什么选 B 呢？我们再看个原文是怎么说的。好，我们再听一遍。Question number 21. Do you mind if I use your phone? Of course not.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Do you mind 后面加 if 表示请求对方允许我做某事，对吧？我能不能使用一下您的电话呢？使用您的电话您介意吗？第二个女的说 Of course not. 当然不介意喽。是什么意思呢？欢迎这个男的使用这个电话就好了。咱们再看一个介意的听力真题，他表示介意。Excuse me, do you mind if I borrow that newspaper for a little bit? I'm sorry, but it doesn't belong to me.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他问这女的暗示什么？咱们再听一遍，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Excuse me, do you mind if I borrow that newspaper for a little bit? I'm sorry, but it doesn't belong to me.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正确答案是 C 选项。 She can't lend the man the newspaper. 她不能够把这个报纸借给这个男人。为什么选 C 不能借给呢？咱们看个原文是怎么说的啊？仔细看着原文再听一遍。 Excuse me, do you mind if I borrow that newspaper for a little bit? I'm sorry, but it doesn't belong to me.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D
第一个男的说，哎呀，对不起，如果我借走那个电，借走您这个报纸借走一会儿的话，您介意吗？就是希望对方允许我能拿走这报纸。第二个女孩说 I'm sorry, but, 咱们讲 I'm sorry, but,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表示我介意了，对吧？ I'm sorry, but it doesn't belong to me, 哎，对不起，但是这个报纸不是我的。是什么意思呢？她介意，她不能借给他。She can't lend, the man the newspaper, 她不能够把这个报纸借给这个男人就好了。这是 do you mind, would you mind, 两种不同的用法。本文中是第一种，请求对方做某事，请您打开箱子，您介意吗？是请作者打开箱子，而不是官员自己打开。这个下面呢，这个作者很自信， not at all, 当然我不介意，我可以打开，然后把光那儿把这箱子盖打开了。然后呢， the officer went through the case with great care, 这位海关官员非常仔细的检查了，搜查了我这个箱子。这个 with great care, 咱们在第三课当时就讲过，with 加名词往往相当于这个名词同根的副词，但是 with 加名词结构比较正式一些。本文中这个 with great care 是不是相当于 very carefully, 非常仔细的检查了这个箱子，有这个意思。那还有你看，在本课书中的第十五行，本课书课文的第十五行出现了一个 He had spotted a tiny bottle at the bottom of my case and pounced on it with delight. 他在我箱子顶上发现了小瓶，他非常高兴地扑了上去，With delight, 相当于副词 delightedly, 叫高兴地，刚这个高兴地做某事，可以这么来说。还有呢，像本文中的第十八行出现一个微笑地。Then I added with a smile, 然后微笑着补充说，微笑着 with a smile, 类似 smilingly, 微笑地，这么来说，那都是 with 加名词。咱们做几个复习，咱们在原来第三课就说过很多很多，咱们复习几个。比如说像还有刚才当然我们再看刚才那个副词和介词短语的替换啊，就是我们在上文第十行，就在这篇文章第十行，那是副词可以变为介词短语。No, I answer confidently. 我非常自信的回答，是不是可以类似于 with confidence? 这是副词换成介词加名词，这个也行这也可以替换，翻回去也可以咱们在第三课当时讲过好多例子，大家还记得吗？比如说我们在第三课提过二十七课的一个with 加名词。这个具体出处呢，就在我们的第130页的第16行到第17行130页的第16行到第17行27课不买也不卖。 It's his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mak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 with ease. 他的非常少的流浪汉的那些非常少的物质财产，使得他能够呢轻松自如的四处游荡。轻松的 do something with ease, 相当于 do something easily, 相当于容易的 easily, 对。还有第三课曾经说过的平静地 with calmness, 相当于 calmly, 他平静地面对这个困难。还有我们说的 with curiosity, 类似 curiously, 好奇地，我好奇地望着他。我们在第三课讲过，对吧？还有呢，像she spoke to me with tenderness, 他温柔地向我来讲话。with tenderness, 类似副词 tenderly, 温柔地。还有像 I greeted Philip with enthusiasm, 我热情地向菲利普打招呼，类似 enthusiastically,叫热情地等等等等，举一反三的可以多记几个。有同学以前跟我说，李老师你干嘛讲这么多呀，讲这么多我记不住啊，你还不如就告诉我们那么 with 加名词相当于副词不就好了吗？不能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英语太灵活了，咱们见过的再写，听过的再说，你没有见过的自己瞎编就容易错。为什么呢？因为不见得都是 with 加名词，你不信看几个例子才告诉我们得见一个记一个好，有同学总共这么说，李老师那你干嘛讲这么多例子呢？我根本记不住嘛，你干脆就告诉我，不就是 with 加名词相当于副词不就好了吗？不能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李老师说过，见过的再写，听过的再说，这个搭配你没见过就不能瞎编。为什么呢？不见得每一个都是 with 加名词相当于副词，有的时候它介词得变，所以是见一个记一个，不能自己瞎编你比如说咱举些例子， The gang pick their victims at random. Again 我们说就匪帮嘛，这些匪帮随机的挑选他们的受害者，他们这会儿今天杀这个人，明天抢那个人，根本没有规律。 at random 叫随机的，它相当于副词 randomly, 这就绝对不能说 with random, 对吧？再比如说 I met an old friend in town by accident, 我意外的在城里碰到个老朋友 by accident, 类似 accidentally, 意外地，但不能说 with accident, 这个得用 by。 再比如说你看 then the negoti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secret,
这些谈判是在暗中进行的，秘密进行的。这个秘密地叫 in secret， 相当于 secretly， 不能用 with secret。再比如说 ，It's unprofessional to criticize your colleagues in public， 相当于 publicly， 就当众去批评你的同事，这是有违职业道德的。Unprofessional 叫有违职业道德 ，in public 当众地类似于 publicly， 但这不能用 with public。所以大家看到为什么讲这么多例子，见过再写，听过再说，你没有见过没有听过不能自己瞎编，英语不好学就在这儿。好，再回到句中，后面说 All the things I had packed so carefully were soon in a dreadful mess。 这句话咱们先看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All the 白颜色是句的主干，是 All the things were soon in a dreadful mess， 所有的东西很快都乱成了一锅粥。后面这个 I had packed so carefully， 这黄颜色带下划线的部分明显是个定语从句，我如此仔细打好包的这些东西很快乱成了一锅粥。前面可以看到省掉了关系代词 which 或者 that， 这个 which 或者 that 在这儿是做 packed 的宾语，把这东西打在包里面，现在这东西乱成一锅粥了，就是这个用的手刀来刀去找那东西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这个 all the things， 这个 things 还有的门道， thing 在这翻译成私人财物，尤其表示随身可以带走的动产。Things plural 就一定复数，表示财务一定复数加 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personal belongings， 它就类似于名词 belongings， 叫私人财务。 belongings 也是表示动产，私人财务，随身携带的这个东西，它不能表示房地产，不能表示房地产。咱们看例子，比如说像150页的第12行，32课，150页的第12行，这个 belongings 跟 things 是同义词啊。The chest contained the personal belongings of a seaman, Alan Fielding. 这个大箱子里边装着一个水手 Alan Fielding， 他的私人财物，财物财产 belongings 跟 things 是类似的。这是第32课。再比如说第59课里边264页第7行到第9行，264页第7行到第9行，59课论收藏这棵树。As they grow old, people also accumulate belongings for two reasons.那么当他们变老之后呢，人们积累财物，出于另外两个原因会积累财富。这个私人财物叫 belongings， 跟这个 things 是同义词。哪两个原因呢？第一个是体力和脑力的这个缺乏，这两个东西呢对于这个把东西翻出来和扔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还有感情，对旧东西有感情了，所以积累财富不愿扔掉。 belongings 跟 things 一般是可以替换的，都是随身携带的私人财物，可以这么来说。好，本文中说 I had packed so carefully， 这 packed 是个及物动词，那就关系代词被省略了，因为它做及物动词的宾语。这个 pack 注意表示打包，它的宾语很灵活，既可以是包里的东西，也可以是这个皮包，都可以做它宾语。本文中宾语是包里的东西，那个 things。 咱们再看一些例子，你看这两句话做个比较。第一句话说 Kelly packed her things before dinner， 在晚饭之前 Kelly 呢把他的这个财物都打到包里面去了。你注意用 her things 做宾语，这个 things 依然是 belongings。再看这句话 ，He was still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n the taxi came。当出租车来的时候呢，他还在打包呢，在打他这个手提箱，这个大箱子。注意，这用箱子做 pack 宾语也行，也可以，意思类似。那么它的反义词，到了地方之后，从包里把东西拿出来，反义词叫 unpack。这个非常好记 ，and 表示相反的动作，它的宾语既能是东西，也能是这个箱子，都可以啊。这个我们也是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比如说，我们先看在118页第15行到第16行第24课，118页的第15行到第16行 ，He told me to unpack my things and then come down to dinner。你看它的宾语是 my things， 他跟我说让我把这个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之后，然后下楼来咱们一块吃晚饭。这是用 my things 做宾语。再看一个例子 ，I unpacked my bags as soon as arrived。我刚一到达的时候，马上呢就把我这些包里东西取了出来。它是用 my bags， 用我这个包做了宾语也可以。这是 pack， 还有它的 unpack 反义词，但都是及物动词，宾语灵活，既能是包里的东西，也可以是这个箱子、这个包都行。那么我如此仔细的打包的这个东西呢，很快就乱成了一锅粥 ，in a dreadful mess。这个来自于新概念二册老师讲过一个小搭配，叫 in a mess， 叫乱七八糟 ，in a mess。经常可以在 mess 前面加一些形容词做修饰语，比如说 in a 或者 in an， 就看你第一个是什么词了，对吧 ？In a dreadful mess
叫乱七大八糟 ，dreadful 叫糟糕的、可怕的，或者我们说可以替换成 terrible， 对吧 ？In a terrible mess， 一个说 in an awful mess， 这个时候就得用 an 了，因为 awful 原因开头的 awful 也是糟糕透顶的，或者说 in an appalling mess。Appalling 也是恐惧的，令人可怕的，令人觉得很可怕的，派生也是糟糕透顶的，就是乱七大八糟，乱七大八糟，对。比如说看例子 ，James' house is always in an awful mess。这个 James 这个人的房子里边总是乱成了一锅粥，乱七大八糟 ，in an awful mess。这个也行，这也可以，好，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跟它可以经常出现替换的，除了这个 in a mess， 我们张这个经常也可以用啊 ，in disorder。Disorder 也是混乱，但前面一般不加冠词，不能说 in a disorder， 就是 in disorder， 或者说 in a state of disorder。State 不是状态吗？处于混乱状态，加不加这个 a state of 都行，但不能说 in a disorder， 应该说 in disorder 啊。再看一个简单例子 ：Everything was in disorder, but nothing seemed to be missing。我们一看，每一个东西都是乱七大八糟的。但是看似呢，却没有丢什么东西啊，没有人把东西偷走，但每一件东西都看得乱七八糟 ，be in disorder， 可以这么来说啊。那么处于混乱状态也行。咱们同样再看一个例子，看这个例子啊。The whole office was in a state of disorder， 整个办公室都处于混乱状态 ，in a state of disorder 就类似 in disorder， 这个可以替换啊，可以替换。跟它几乎一样的还有个表达叫 in chaos。Chaos 也是表示混乱，它也可以换成 in a state of chaos， 但不能说 in a chaos， in chaos 或 in a state of chaos， 这个都可以啊。同样看一些简单例子 ，The kitchen was in chaos， 厨房里乱糟糟的，做完饭之后也没有收拾，乱七大八糟，可以用它啊。我们再看新概念三册里的另外一课书中的例子，请看268页第二行到第三行，就是第六十课里边268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Without it， 这个 it 表示守时嘛，是这个准时 punctuality。Nothing could ever be brought to a conclusion. Everything would be in a state of chaos. 你看 ，in a state of chaos 也是固定搭配了。如果没有准时这个东西，每一件事都不可能被完成，并且每一件事情都会处于混乱的状态 ，in a state of chaos。哎，这是固定的一个搭配。这个跟乱七八糟可以同时记。还有一个就是不加 in 的结构，叫 be at sixes and sevens， 叫乱六七糟。中国人叫乱七八糟，它六六七七的，就乱六七糟，也是属于乱糟糟的状态，固定搭配。那咱们看个例子 ：When the visitors arrived, we were still at sixes and sevens。当访客们、客人们来的时候呢，我们依然处在乱七八糟这个状态，还没来得及收拾呢。我们读一下这段 ：at sixes and sevens。At sixes and sevens， 很有趣，乱六七糟，跟中文有异曲但同工之妙。好，这个同时记住。这很快我的箱子里乱成了这个一锅粥了，乱七大八糟了。然后作者说 ，I feel sure I will never be able to close the case again。我敢肯定啊，我恐怕再也关不上这个箱子了。东西被弄乱之后都蓬松的起来了，这个盖儿恐怕再也关不上了。这个语法做个语法的解释。I felt sure， 这是句子主干结构。我觉得可以肯定，肯定什么呢？后面这个黄颜色的是个从句，什么从句呢？这个从句咱们在以前就讲过，在第二课就讲过，它是做形容词的补足语，它跟前面这个形容词 sure 一块构成一个大的形容词短语。我们知道，经常在形容词后面加一个 that 引导的从句，而且这个 that 这个连词经常可以被省略，不省略也行。咱们也可以说 I felt sure that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close the case again。 这种从句既不是定语从句，也不是状语从句，也不是名词性从句，它专门做形容词的补足语，这是一种特殊的从句啊。这种从句我们在新概念第三次的第二课说过，咱们做复习，你看18页的第14行，这个 Still I'm glad the bell is working again。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这个大钟能再次工作了。I'm glad， 后面可以看作 that the bell is working again， 那个连词 that 可以看作被省略了。还有18页的第15行到第16行，就在这句话下面，15行到第16行，18页 ，It's working all right， but I'm afraid that， 注意后面 ，at 1 o'clock it will strike 13 times，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about it。现在大钟工作是不错，但是我担心 ，afraid 是形容词。
后面加 that 从句，人 that 同样可以去掉。我担心是什么呢？我担心的是这一点钟敲十三下，对此我无能为力。这十八课中会出现。那咱们再多看一些例子，比如说看第十二课中第五十八页的第十五行到第十六行，第五十八页的第十五行到第十六行，他说 ：When a passing tanker rescued them 5 days later, both men were genuinely sorry that they had to leave。当一个过路的 tanker， 咱们还记得吗？第十课咱们讲过，叫油轮运输石油的这个船，把他们两个人五天之后救起来之后呢，两个人都觉得由衷的遗憾。为什么说遗憾？因为他们不得不离开这荒岛呢。遗憾 ，sorry， 后面加形容词补足语 that they had to leave， 也是就是形容词补足语的从句，这是特殊的一种从句。